花莲林管处也庆祝光复乡大农大富平地森林园区设立20周年庆的系列活动，有你真好森林市集活动内容，12号周末假日热闹的登场，特别以森林疗法为主轴，进行了森林瑜伽运动疗愈。另外，知名的悠人神鼓团体也以鼓阵鼓声震撼全场，就算天空飘着毛毛细雨，也不减现场乡亲民众的热情，全程参与，没有离场。如大地低鸣的大鼓声与急切高频的小鼓声相互交叠出森林万物的声响，贴近自然如此疗愈的鼓声是悠人神鼓今天在光复乡大农大富平地森林园区的演出，震慑全场。花莲林管处庆祝光复乡大农大富平地森林园区设立20周年，特别在这个周末假日办理有你真好森林市集，今天以森林疗愈理念为主轴的庆祝活动，除了有森林瑜伽运动疗愈身心灵，再来就是众人期待的悠人神鼓的演出，吸引了200多位的乡亲民众到场观赏，而就算天空飘着毛毛细雨，也不减现场上百位的乡亲民众的热情，不老西幼的全程观赏。无论是森林瑜伽运动还是悠人神鼓的鼓艺演出，皆以自然森林资源环境让身心灵获得疏解。蒲上任的花莲林管处长黄群策表示，平森园区各场域各产业未来的发展主要朝向自然环境与人类生活的共荣共好。有你真好是因为我们 平地森林园区开发的一个过程，就是希望说借由这种、比较容易贴近的这种平地森林来让大家一起来、享受森林的一个它的益处和它的会议。那这样的状况有你真好，我们不只是一般游客，我们也希望周遭社区部落一起来参与。光复乡大农大富平地森林园区1200多公顷的森林树海，20年来不仅养成森林之肺，更滋养土地上的自然万物。花莲林管处在极力维护自然资源之外，更秉持低密度开发、低商业性、低碳三核心的概念，分期分区推动各项建设，让园区更好发展。记者石玉兰，光复采访报道。